Without aircon, only come with aircon piping. So this one is part A, garden villa. Part A. So this one is a bit landed 的感觉，有做 landed 的感觉，有 landed 的感觉对。So with three bedroom, come with another utility room at the back. Yes, we have a lot of people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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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s, we have a lot of people.不放，而且窗户 OK 啊。嗯玻璃门坐在这边，这边不是收一点的，是吧？啊，是 OK 的，是要问一下，如果顾客问题，我要房间，我不要玻璃门。嗯。还有些顾客会要吗？他可以盯着，如果是不要这边有顾客做过吗？我不懂啊，我问一下。我其实也不知道。哦。嗯、来来来，你摸这个东西 OK 吗？尤其是会住这种地方，有些都是孩子嘛，有父母。他们啊，难道他们讲我不喜欢，我要房间、嗯？其实如果我卖蛋挞啊，之前很多买这个款式，他们都不是这个不是重点啊，不管他们喜欢这个不是重点，因为可以冰镇或者是可能可以拆掉，我也是有顾客把它拆掉，直接变成一个空间。哦，直接拆掉。好像变成一个很像 living area 啊。明白，明白。啊，都有，那 study area 都有。其实应该是讲他有一条他的那个 landing 的，没有，因为看得出来那边放玻璃。你要敲那碗，应该不是敲碗，敲碗。其实德系最大的缺陷就是它的外观，你不要有颜色，不要有其他颜色，或者是好像假而已。对 ，only 可以，
一种深的，还是因为有些时候你的绿色它各花各样嘛、啊。有的选的，但是你不要跟我讲你装的是青色那种。啊，我知道，我明白，你想装玻璃那种就可以了。然后有一个 standard 有个 size 可能你不能出去都好吵。那就是刚好色的问题。那有些地方它是不给楼下这样装出去的。可以，这边可以。因为还有楼上有人给他偷东西，我做到美美全部都是垃圾，怎么办？有些地方有个恐吓的。因为这边其实楼上只有两户人家嘛，左边一间，右边一间。楼上就两户。楼上就两户。哦，这个是大了。还好要把这个房间隔起来，还有个偏厅。可以做一个房间，做个房间，真的可以做一个房间。可以，好像关掉了。有，我之前也是有个顾客，真的是做房间。嗯。因为它的 size 可以做。因为它有窗口嘛，你做一个门户， okay. 就是可以变成一个房间。变成私房，性价比。Alarm system overall. Mm. Because condo we two tier, a second tier of the security. So remember before we enter the block, there is a access card. So no need alarm system. Okay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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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ime mask. Oh yeah, mask. You forgot $1,000. Thank you. Come on. Oh, 楼上有点少。Thank you.
就大一点。这边也是空的。